我回家。有以后到这是冷气开，爱开不开好来，姐姐讲里面怎么有鳞片的感觉？我聊不来煮饭，你别紧张啦。我等一下，来啊！来，来，经典重点来了。拿出来哦，我真的哦。那个干嘛？哇，好大只的！对啊。天哪，他吐舌头。还蛮大只的。我分享，这可是好。够吧？够吧？你应该买两只。谢谢，真的很臭。you